我先念一段经文。六祖说：善知识，我持法门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一相而离相，无念者一念而无念，无住者人之本性，以世间善恶好仇乃至厌之知亲，言以触次七增之时，便将为空，不思仇害，念念之中不思前进，若前念今念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续复。以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复也。此是以无住为本。六祖说：善知识，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一相，即法体清净，此是以无相为体。那么六祖的这一段话，就是表明了这个传承，表明了这个传承。无念为宗，啊，现在很多人在修行，就是说修，看住自己的念头，人的念头无穷无尽，而且是相续不断。那师尊讲过，你看住自己的念头，你念头在想什么，你就会清楚。你平时不注意自己的念头，念头也是有；注意自己的念头，念头还是有。如何无念？根本没有办法无念，那怎么办？学佛就是要你无念。什么叫做无念？在有念头当中不受念头影响，就叫做无念。啊，不像现在很多就修禅禅定，我必须要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。但是你这个在想没有念头的时候啊，还是念头。你讲没有念头还是念头啊，因为你一直在想没有念头嘛，那个想就是念头啊。怎么是没有念头呢？你是在看着念头，让它归于正念，真正的念头。所以我们密教啊，其实是很好，叫你观想，啊，你修上师相应法，你就观想师尊，啊，观想莲花童子。那你在观想的时候，这个念头叫做正念，正念不影响你的，这个念头是正念。
你观想阿弥陀佛啊，他的耳朵很长，他的慈眉善目，他的高挺的鼻子，他的这个慈悲的脸，他的头上若即啊，观想出来了，这个念头叫做正念。要把你的所有妄念呢、变成正念，这个是密教的观想。刚刚叫大家观想这个马头明王也是这样子的，都是一个念头。你观想师尊也是一个念头，但是要观想年轻一点的师尊。啊，不要啊，观想老的师尊。啊，这几天从香港啊，从澳门，从东部啊回来，啊，一直不知道，一直都是想睡觉。那你观想师尊的话啊，你就睡着。啊，观想要。有时候要用很猛力的，像大威德金刚，你观想出来非常猛力的，非常英勇的，像一个这个无敌的铁金刚，无敌的战士一样啊！大威德你要这样子观想，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你就观想他的观音的慈悲，这个就是观想的力量。想念有什么力量？来告诉大家哦，想念是很有力量的哦。我们生活中啊，是密教，密教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念力宗，想念力量的宗派，叫做念力宗。啊，有一个笑话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有一个人呢、失眠很严重，去请教失眠的医生，医生给他处方，你要想念羊啊，大家知道数羊，要数到5000只羊，你就可以睡着。啊，那个人回去啊，就用这个方法，1只羊2只羊3只羊，一直想那个羊，想到2500只羊，刚好一半的时候啊，他就快要睡着了，已经想不出来了，他赶快起来喝一口这个浓茶提神啊，浓茶提神，因为他还要再数下去啊，2501只，啊，然后一直数到5000，结果还是睡不着，他就跟医生讲，医生讲说，你只要你失眠呐、你用想念羊的力量，精神集中，一直到不行睡着了，就让他睡着。你还提神起来想啊，这是一种错误，就是你数羊就是数到你不能数，数到睡着，这个可以治失眠症。还有一种可以治失眠症，医生开的处方，医生怎么开呢？你去看书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先看书，看你最不喜欢看的书。有的人讲最不喜欢的那佛经呢、哎，佛经也可以催眠啊，你没那个佛经很深啊，你又看不懂，看看看看看看啊、你就睡着了。医生开的这个处方也不错，
这个病人自己啊说看书啊，那倒不如想念。什么处方最好？你要睡着，想念你的老婆，他就睡着。因为老婆看久了就是太丑了，所以就睡着。这个想念是很有力量的。失眠的人呢、密教有一个方法，你会不会观想？观想那个"home"字，我马 home。你把"home"字观想出来，然后从底下开始消失掉，三个圈圈消失掉，一横消失掉，剩下呀。一个月亮消失掉，一个太阳消失掉，剩下一个点消失掉，然后你进到空无里面，你就睡着了。这个也是一个方法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你想念嗡啊哄，先把 home 消失掉，再把 R 消失掉，再把 home 消失掉，最后那一个点嘣消失掉，变成空白一片，你就进入了明光法里面。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，又是修行的方法，又是教导你如何睡眠的方法。你甚至把师尊的咒全部通通都想在虚空中，一个字一个字，一横一横，一憋一憋，一个圈一个圈，让它一直消失掉，消失到最后一个点，消失掉的时候，你就进入睡眠里面。这个也是以前师父教的明光法的一种无念，就是说世间上有很多的念头在干扰你，但是你不受所有的念头的干扰，你就是修行成功。这个就是有念头不影响你，就是无念，以这个无念为宗派的，就是真佛宗。这个无相为体，无相，无相为体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相，很多人的相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像这个台湾那张 temple 这样子这么大的 temple， 就是它的寺庙的相，台湾那张寺的这个相就出来。什么是无相为体？在所有的相中离一切相，不影响你。以师尊来讲，师尊是台湾雷藏寺的住持，朱祁呀，就是主啦。但是呢，我从来不想，没有想过我是台湾雷藏寺的住持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所以台湾雷藏寺这个住持这个名字并不影响师尊，
住持最大的了，代理住持应该是我是老大，莲泽上师是老二，但是我始终看莲泽上师是老大，我是老二。我想要在雷藏寺做什么，我根本不敢想。莲泽上师想要在雷藏寺做什么，他一想就成，我想了不成，我还要请教他。莲泽上师，我请教你，为什么不给我们生活中摆摊子的摆摊子呢？因为是有原因的，我听说原因是说没有人管理，抽不出人手，没有，很乱，他讲很乱，这样子吧，很乱，你就画格子，画格子，你摆在这里，你不能给我乱摆。你画格子，然后你收摊贩费，收摊贩费，没有人管理，没有人手管理，叫他们自己管理自己，自治。我们这个弱势团体摆在龙边啊，大家要支持。只是南投县的弱势团体，有一些团体啊，他摆在那边，我们帮助他等于行善。那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瘫痪啊，我们生活中在摆摊子的这些啊，也是很穷困的，也是弱势团体。弱势团体才要出来摆摊子啊。你不给他摆摊子，那我们吃什么？不是他们吃什么，他们吃什么啊？对不对？你就商量一下，收个摆摊子的费用。那么在这个有旷比较旷野的地方画一个像那个停车位的这个车子，叫他们摆在那里，不能乱摆。第一个摊位，第二个摊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让他们做一点小本生意，糊一口饭。这个不是我做决定的，要莲泽上师做决定才可以。我只是建议的。我只是建议，弱势团体可以摆摊子，我们那些摆摊子的师兄姐也是弱势团体，再不摆的话都没饭可以吃。画个摊位整齐一点，自己管理自己。那我们呢，只收一点这个摆摊子的这个清洁会啊，清洁会啦，清洁会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我没有意见哦。不是我提出来的哦。是我听到的。我给你反映一下。请这个代理住持慈悲。我是不敢做主的，真的。我这个住持其实也不住，因为我没有住过台湾雷藏寺，到现在为止我睡过午觉，但没有真正过一个晚上，不住也不辞。真正住持的还是莲泽上师、莲斋上师。
所以我个人呢、啊，一向而离相。虽有台湾雷藏寺的这个相，但是我心中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为台湾雷藏寺的住持，所以叫做一相离相。那么所有的产权一代交一代，一代交一代，不是我个人的产权，而是一代交一代，一代交另外下一代，一直交下去。这是我们法会集会同修共同真佛宗的道场，不是谁的。所以师尊是一相而离相，这个叫做无相。啊，大家看师尊啊，年纪也老大不小，说老不算老，说青年壮年也不是，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老。啊，人家这个过生日啊，每一次都给我摆这个 66 啊 66 I'm senior, I'm old man, I'm 66, 我已经在领这个劳工部的啊敬老每个月3000块钱的台币的钱，坐这个高铁啊都是买半票啊，上面写着敬老。我一看到老字我气毛就不好我故意买前票，老夫就是不服老，为什么要敬老，我还没有老啊。每一次人家给我贺生日、啊、也给我用，今年都用 66啊 ，66，我就说拿掉一个6。我只有6岁。一相而离相，虽然有老人斑，虽然有皱纹，我就是不服。这个郑生龙医生啊，我不知道他在不在这里，他前几天跟师母谈过要把我脸上的皱纹几条皱纹全部拿掉，很简单的，马上的打那个肉毒杆菌啊，一打他那个皮肤就坚起来啊，啊皱纹就没有了 啊半年有效，半年再打第二次，黑斑、乌斑呐、啊，老人斑怎么办？雷射啊，磨皮呀、啊，给你磨皮呀、啊，一次只磨一点点，啊，不要磨得很深，啊，下次皮再长出来再磨，一直磨到很油、很 Q、很白、很腻，老人斑就没有了。再不行拿你的屁股的皮来补啊啊，屁股啊，哎呀，那个是最细的地方啊，最漂亮的皮肤啊都是人家看不到的啊，那个来补在脸上、真的，如果是哈格的话，脸贴着脸，真的是脸贴屁股。
这个郑生龙医生他讲了很多，但是我这样子一相而离相，我把自己呀、想成阿弥陀佛，这个苍老衰败的躯体不在乎， I don't care 不在乎，我照样佛我的年轻，把年轻的佛力要拿出来，这个是一相而离相啊。以前记得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台湾人啊，有讲一句话，有钱没钱讨一个老婆过年，有钱没钱讨一个老婆过年。哎，你们不要以为是师尊啊，不是啊，不要错会啊。这个有一个人啊，在过年的时候，过年前呢、有钱没钱讨一个老婆过年，他旁边有个恐龙妹一听呢，他说我嫁给你好吗？他回头看一看恐龙妹，看一看，我今年不过年。他这个是一相不离相，一相不离相，你看到怎么样就影响到你，影响到你。我们修行的人一相离相，像师尊当年结婚啊，不讲了，不能讲。凡是有关师母的都不能讲。这个六祖还讲啊，无助。哦，这是很厉害的，这一句话无助，这一句话很厉害。啊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一个蜜蜂啊，这个找了很久找不到对象，结果蜜蜂跟蜗牛结婚了。蜗牛是吧？蜗牛还是蜗牛？蜗牛，哦哈，啊，他讲的不对呀。蜗牛，这蜜蜂啊，找对象找不到对象，结果跟蜗牛结婚。人家问说什么原因？我如果跟蜜蜂结婚呢、还不是跟你一样的住在同一个窝里面啊，大家都是同一个窝啊，刚一间厝了。人家蜗牛有 single house， 他有独立屋，治好他跟蜗牛结婚，这个是怎么样的？有住就好啊，要结婚啊，女生要结婚啊，男孩子要结婚啊，你有没有房子啊？你不能是无壳蜗牛，你无壳蜗牛我就惨了，我跟你到处去流浪了。你最好有一栋房子嫁给你，有住的地方。还有一个是啊，这个老鼠找不到对象，结果他跟最后呢找到一只蝙蝠结婚。那人家问老鼠：“你怎么找蝙蝠结婚呢？”哎，你不晓得啊，
人家是空中小姐。啊，蝙蝠是空中小姐，你看。这个是什么？有柱。有柱。我们修行的人要修到无柱。啊，师尊也在流浪，从台湾流浪到美国，又从美国流浪到台湾，啊，到处四处去弘法，随处安居，无住，不一定要有固定住的地方。那么晚上睡觉啊，你明空法，明光啊，明光，你睡在虚空的光明里面，是无住的。佛性本身就是无住的。无相也是蛮难的哦，无相是很困难的哦。什么叫有相？什么叫无相？以前讲过一个笑话，有一个女生啊，她胸前啊挂着一个念，挂着一条念珠，那念珠前面呢、啊、绑着一个佛陀那里啊绑着一个飞机，啊。他的项链呢、啊？他的项链不是念珠了，是他挂着一个项链。那项链前面是一个飞机，啊 ，airplane 哈、啊、，airplane 飞机，亮晶晶的，这个白银做的这个飞机。啊，去参加一个宴会，坐在他对面那一个，一直看着他的这个飞机，啊。一个男生啊，一直看着他的这个胸前的这个飞机，啊，看的这个女生啊，他就问这个男生：“你在欣赏我的这个项链的飞机吗？”这个男生啊，这面孔就红起来。对不起，我是在欣赏飞机场。这也是一个笑话了，这个出家人应该可以讲吧，因为上回也讲过这个他爸爸没有钱呢、啊、所以买了一个乳房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住相。那个前面那个男生啊，他住相，要无相啊，修行人要无相啊，不是着相的，不迷一相，不迷一相，也不迷一住，也不迷一念，有念不影响你化为无念，有相不影响你化为无相，有住不影响你化为无住，全部都是这样子的。六祖所讲的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、啊、你修行的功夫啊，在于无念、无相、无住，这样子会不会？告诉你，你真正无助的话，人家骂你、嘲笑你、打击你、欺负你、跟你争斗，你怎么办？无住就可以了，不放我的心上，就是无住，就是无念，就是无相。
你不要被他缠住了。师尊也不被弟子缠住，我不被弟子缠住，我就是无念、无相、无住，谁会最缠谁？情人最缠，勾勾顶耶，勾勾顶。情人他来缠你，你去缠他，缠来缠去，这个啊，这个彼此相缠，这个就是自己绑自己。六祖讲的自己绑自己，就是有相、有住、有念，这个功夫要学好啊！你当人家这个有冤亲债主来找你呢，有善恶好仇，有言语触犯呢，有欺负你，有跟你斗争的时候，告诉你，把这些都化为空。六祖讲的，不思仇害，念念之中，不思前进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现在的也会变成过去，未来的会变成现在，又会变成过去。未来的还没有来，你想它做什么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想它做什么？中间的现在的也会变成过去，也不要去想了。这个就是无念。六祖讲，如果你每一个念头跟每一个念头互相联系着，不能够间断，称为被绑住了。你如果每一个念头跟每一个念头通通都不住了，就没有被绑。这个就是以无住为本啊，六祖讲的。这个修行的功夫就是要这样子，无念、无相、无住，善知识啊，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一相，你的法体就清净了。这个法体清净了就是什么？就是禅定。你走到哪里都是禅定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禅定，你就是本身，你就是清净的。这个就是以无相为体。六祖讲的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吧，我今天跟大家解释的也应该很清楚了。你坐坐，我要禅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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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头还在啊。你禅定好了，你真正没有念头了，你真的能够修到无念了。等一下还要出定，一出定又有念头了，那还不是一样？你功夫在哪里？六祖讲的这个才是根本啊！什么叫做禅定？无住、无相、无念，走到哪里都在禅定，做什么事也在禅定，你全身光明清净，就是禅定。你打坐的时候你就清净了，不打坐你又污浊了。你打坐的时候就无念了，一出定了又变成有念了，那个不叫做禅定，那个还是住在相里面，
因为你只要做，所谓禅呢，有所谓的这个睡禅，有所谓坐禅，有所谓立禅，有所谓行禅，你要慢慢这样子把它加起来练练练练练练，练到最后还是六祖的这些东西。这样子会吗？任何事情都不影响你。那前几天这个记者访问我，什么记者？一周刊的记者，跟这个《苹果日报》的记者，他访问我，你对于人家的误解，你用什么方法去排解？我说我不用排解。为什么？六祖讲的无念呢？我没有这个念头，我没有人家误解我的这个念头，我没有人家误解我的这个相，我始终不把误解来影响我自己的身心。那这是一周刊访问我的，大家一听到一周刊啊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也没关系啊，他来我就走了。啊，他不来我就来，啊，他来了我就走了，来与不来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个就叫做无助。啊，一周刊要来访问我，你也要这样子想，没有关系。苹果日报要来访问我，没有关系。都没有关系，一切都是很好的，都是好事。啊，至于那些文章会不会影响你啊？我根本就是无助、无相、无念嘛，怎么会有什么影响呢？我还要排解什么呢？不用排解了，反正就是这个样了，随便。青菜啊，青菜啊，就是这样的青菜啊，哦。今天讲的太多了，就这样子青菜结束。我马上回家。